迦摩尼佛，那摩本师释迦摩尼佛。九中见二百五十人聚，尔时世尊世世作一指，般若舍为大乘，即是于其乘众子第七一幻之本处，凡是其受一波悉足以佛作而作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集中坐其边，但有皆有其坐地，合掌恭敬而拜佛言：悉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如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辅助诸菩萨，如今谛听，当为如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诸如是相佛，其心为然。此尊愿要与闻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相佛，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识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相，若无相，若非有相，非无相，我皆令如于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复知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不是所谓不住色，不是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是须菩提，菩萨应如是不是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不是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佛也是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佛也是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不是不得已，佛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诸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生相见如来佛？佛也是尊。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何以故？若
如来所作真相，即非真相，不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故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长具身是心。佛不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五百岁有智皆修复者，于此长具难生其心。以此为是，当知是人不欲一佛而佛三世，无佛而众生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种善根，闻是长具乃至一念生净心者，须菩提如来悉知其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等。何以故？是诸众生无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具相，即为作我人众生寿者。若具法相，即作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具非法相，即作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具法，不应具非法，亦是以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自我作法，如法语者，法上应生而光，非法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说：说法耶，须菩提耶，如我解佛所说，亦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各说一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则一切现身皆因无为法而有差别。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一报一用不是世人所得，不得宁为多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不得即非不得心，是故如来说不得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抄之，乃至是句偈等为他人说，即不生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作。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菩提。和许多万能作是念我的许多万国佛，须菩提言：佛言世尊，何以故？许多万名为如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识名。许多万须菩提，于意云何？是多万能作是念我的是多万国佛，须菩提言：佛言世尊，何以故？是多万名以往来而是无往来，是名是多万须菩提。于云何？是那阿能作是念我的阿那含国佛，须菩提言：佛言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是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佛，须菩提言：佛也世尊，何以故？是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即为作我人众生寿者。世尊，佛说我的无真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地狱阿罗汉。世尊，
是念我是地狱阿罗汉是尊我若作是念我的阿罗汉道是尊者佛说须菩提是要阿难那恩者以须菩提是无所亲而名须菩提是要阿难那恩佛告须菩提来昔在燃灯佛所语法有说的佛佛也是尊如来在燃灯佛所语法是无所得须菩提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佛佛也是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这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身清净心不应诸色身心不应诸色相为诸法身心应无所住而身清净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观云以云何时成为大佛须菩提言身大师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与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佛须菩提言身多世尊但诸恒河上多无数河光其沙须菩提我今时也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其饱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即永不是得不多佛须菩提言身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俗此时聚集的为他人说而此不得生见不得不自须菩提虽说至今乃至此聚集的当至此作一切时间点人和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大妙和光有人尽能受持度众须菩提当知是人曾就最上第一起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而是须菩提拜佛言是尊当何名自敬我等云何奉之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之所以则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佛须菩提拜佛言是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尘是为多佛须菩提言身多世尊须菩提诸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名为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于云何可以三世而相见如来佛佛也是尊不可以三世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世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世而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不是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此时聚集的为他人说其佛身多而是须菩提闻说是今生皆已去地累悲泣而拜佛言其有是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为言未曾得闻如是至今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今心经清净今生是相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心有佛得世尊是世间
向这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是相是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心接受之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岂有众生得闻是经心接受之是人即为第一岂有何以故之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经不不不为当知是人生为稀有何以不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人若波罗蜜如来说非人若波罗蜜是名人若波罗蜜何以不须菩提如我心为隔离王隔皆身地我与尔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我与往昔皆皆知皆是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以身成闻是菩提有念过去于五百世作人如仙人与尔说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彼一切相法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异诸色身心不异诸身相为诸法身心一生无所住心若心有着即为非诸是故摩说菩萨心不异诸色不是须菩提菩萨为第一切众生故应如是不是如来说一切众生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是语者如语者不光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说的法此法无是无须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心不是如人如安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心不是如人有末日光明照见种种摄须菩提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男女子经受持度中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之人悉见之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诸日分一恒河沙等生不是终日分不一恒河沙等生不是后日分一恒河沙等生不是如是无量百千万一切一生不是若复有人得闻之经经典受尽菩提其佛身彼何况诸贤受持度中为人皆说须菩提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增量无边功德如来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度中闻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之人皆得成就有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何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要效法者作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其于此经不能定受度中为人皆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诸因供养当知之主即为是他皆因供其作力围绕一切
主花香而生，祭主父子须菩提萨，男子善女人受持度众，自今若为人亲见世人现世罪业，因多而道已尽，世人亲见故现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至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祇劫供养，真实无空国者，若复有人于佛末世能受持度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说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度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我有人问心即狂乱，无一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历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因住，云何相复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一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是无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须菩提，云何如来于燃灯佛说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佛也，世尊，如我见佛所说，以佛于燃灯佛说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也，如是如是。须菩提，是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如于来世当得作佛阿释迦牟尼，亦是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如于来世当得作佛阿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是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是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空法，是菩提所言一切法则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生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即为非大圣，是名大圣。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我两众生，即不明菩萨。何以故？须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须菩提，如来有肉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如来有电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电眼须菩提，如来有慧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慧。
去不定，可如来有法眼，可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去不定。佛说是沙佛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云何如意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摩胜作世尊佛告须菩提而说佛度中所有众生若干众心如来其智何以故如来所作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这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须菩提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即报以永不失之人亦是因缘得不多佛如是世尊此人亦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不得有是如来故说得不得多亦不得无故如来说得不得多须菩提云何不得一句诸色身见摩婆夜世尊如来不应一句诸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诸色身即非具诸色身是名具诸色身须菩提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足相见佛佛夜世尊如来不应一句诸足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须菩提如若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则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而是为名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有众生于未来世尊说是法身心心佛佛言须菩提并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我所得也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超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修一切三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三法者如来说即非三法之名三法之菩提若三界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若是等即报具有人智永不失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十句即单手持度诵为他人所遇见佛的百分不及百千万亿个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须菩提于一云何如等无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是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之名凡夫须菩提云何
可以三世而相观，如来佛是菩提言，若是如是以三世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世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皆佛所说，亦不应以三世而相观，如来而是世尊而说其言，若以色界我以身求我是人心切都不能见如来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如来不应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应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若作是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者于法不说断灭相，须菩提，若不在意满恒河沙，本世界即报之永不止。若复有人于一切法无我得真于人子菩萨身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作是故，若不受福德。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我是人，不解我所说，亦何以故？如来则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虽为为真于云何是为真？众名为度佛。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为真，众是有者佛即不说是为真众，所以者何？佛说为真众，即非为真众，是名为真众。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是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难着即是。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间众生皆受者皆须菩提，云何是人皆我所说，亦佛佛言：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亦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间众生皆受者皆即非我见人间众生皆受者皆，是名我见人间众生皆受者皆。须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行，皆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即报之永不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这是于此经乃至此句即等受持读诵，为人言说即不生彼，云何为人言说不具一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如亦如电影着，如是观佛说是经一章。好，须菩提，记住比丘比丘尼，有婆塞有婆夷，一切是见天然后修罗佛所作诸皆大欢喜心，受奉行金刚波瑞波罗蜜经地波利波地鸠摩鸠摩地陀罗尼地毗卢那帝毗梨尼帝摩诃伽帝僧帝揭帝娑婆帝波利波地鸠摩鸠摩地陀罗尼帝毗卢那帝毗梨尼帝摩诃伽帝僧帝揭帝娑
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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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